白关在实行严格检疫的同时，还通过建立进境水果绿色通道，大大缩短了东盟水果进口的通关时间。从越南运送到友谊关口岸只需2个小时，榴莲的新鲜度、口感将得到更好的保存。随着 RCEP 政策的这个深入的这个落地啊，越来越多的国家，越来越多的这些原料啊，有更多的机会以更低的税率进入到我们国内。